我要芝士炒年糕，还有意大利面。这两个都不打。这。你先帮我拿一下。喂，公司有什么状况吗？公司一切都好，是我不太好。我们小区电路维修，停水停电。我想下楼找个地方给手机充会电，可是我把钥匙给落家里了。下楼之后才发现附近的充电宝都被借光了。我现在手机只剩12%的电了。今天还是周五，全城酒店都爆满。你和孟小姐不是在随身的公寓住一段时间吗？那我能不能先去你家住一晚？行，那你过来找我拿钟匙。我手机只有8%的电了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我得看着孟回，走不开。还有7%了。那我也没辙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哎，沈总，是。阿桃，你快救救我吧！我家停水停电了，身上也没有现金，手机只剩3%的电了，钥匙还给落家里了。我不想露宿街头一整晚，早上再走着去上班。等着，我去接你。真的？啊，好，那我等你啊。什么叫患难见真情呢？沈，你这个败类！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有两份啊？连浴袍都一样。哪儿一样了？我这是灰色的，你那是墨蓝色。事儿你怎么想的？会不会影响工作？不用我影响了。那你会不会觉得很烦？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会负责的。
还好有你，不然我今晚就要睡大街了。没事儿，当自己家就好了啊。哎。啊。我去给你拿上睡衣。哦，谢了。差不多能穿，嗯，去换吧。好。啊，蒋佳啊，浴室在那边。我自己来就好，自己来就好。哦，行，那我去拿碗。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平时一个人住，所以东西特别乱。啊，是我打扰了你，我没想那么多。不打扰，吃宵夜。坐下来啊。啊。那，一人一罐，刚好两罐。还是不要喝了吧。啊？不是你说的一起喝酒看电影吗？你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酒不太好吧？女孩子。眉骨进自己厂，眉骨进心眼罗。恋爱心理学，建立性别意识啊！没事儿，当自己家就好了啊。哎，女孩子。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大脑处理问题模式很不一样，男人处理问题是一个问题核心的角度，但女人一般是以感情关系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。加班影响休息，这个问题很简单啊，只要前一天加班超过11点的员工，第二天可以免带妆上班，完美解决。而且我很不明白，为什么要给每一个员工发一套彩妆和工具刷，这会超很多预算的，没有必要。你不能单纯的只想解决问题，你得考虑到员工的情感。为什么不取消掉带妆上班制度呢？这样大家都图个方便。因为我们这个是化妆品公司，那就跟每个人配一套化妆刷。那是取消带妆上班制度吧。OK。取消带妆上班制度。什么事儿？周总长征过来那个文件在哪儿啊？红色文件夹。红色？没有红色呀、啊。找到了。还有那个财务报表在哪儿？蓝色文件夹。找到了。我手机还有10%的电了，先不说了。
哦，对了，以后有事打内线电话，不要打我的私人手机，谢谢。哦，对，那个方案在哪儿？还有8%，就是下午会要。6%。你这不是有98%的电吗？98%的电是为了保障我的私人生活，免得我流落街头。那个昨天的事儿，对不起啊，我实在走不开，就没顾及你。可我真的有很多事想向你请教，我第一次当助理，不知道做什么。那这是你的银行卡，这是你的密码，这是你的工作日程表，这个是你的私人时间日程表，以及这些东西啊，现在全都是孟总的了。这么多吗？都要记下来？反正你不是要配合孟小姐吗？那就配合到底呗。人重要的事你自己把关，那些交给他的文件啊，都是不打紧的文件。红色这一摞是你要处理的重要文件，这一摞蓝色的呢是交给孟小姐处理的不打紧的文件，扔到碎纸机里都无所谓的那种。这两摞你可千万别搞混了啊！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些是孟小姐自己贴上去的。老板，老板，您别用这么恶心的眼光看着一个文件夹好吗？